来哦，我的飞机飞回来，跟蜻蜓一样降落在我的手上。今天看的空拍还不错吧？看到有鱼在翻吗？如果有看到，请通知我。OK。大家好，有来到我的频道了。今天1月4，现在时间哦22:17，我们直接冲到钓点，因为我终于买到我的心目中的钓竿了。我以后可以钓大苦花，钓大苦花或者钓大虾面，对付那大手头大河鱼的地方，我就可以用这一把。目前唯一一把10米竿，低于400克的啊，不管400以上可能有。但是我拿不动，低于400克的唯一一把，刺线到1.5的，比我的 Gamma Cut 虽然 Gamma Cut 也没有10米，但是刺线没有办法达到1.2号而已，啊，而且 Long 一号这一把只上1.5号线，一直以来都不容易找到一把够轻又能够对应大甲溪或者花莲本流或者北横大汉溪主流的长杆，同时又要不同以往0.8到1号线的不足，做出具备1.5号市政指线强度的 Fine Spec MH95100，做到了原厂开发这把钓竿的理念。Shimano 设计师最关心的是轻盈以及持重感的平衡。一般长杆容易有重量过大、挥杆不良、手感模糊、操作性差、扬杆回应缓慢等缺点。为了改善这些，整个钓竿的重量以及张力感是很重要。通过适当采用的螺旋 X 和高评价、高单价的高弹性碳纤维，完成。同时细长而优雅，重量很好的背翼，你应该能够立即体验它的轻盈。如果你触摸它一次，这把由 Shimano 制定计划到完成第一个原型，大概花了3年，在材料和设计方面尝试了错误 ，try and error， 并获得了最好的平衡。MH95100全长10米，结束10根。45寸法，128.9，自重345克，先进1.6，市政号数0.25到1.5，售价86,000日元。哇，这个风雨，这个雨下的有点大。为了我心爱的钓竿，连夜赶往台中，在西边面礁。感谢我们重金礼聘的3A 帮我一起拿下这一局95100，最后一支面胶，直接西边面胶，好，进总归啊，进顺便在西边 BBQ 吃干贝，先在家里烫熟了再过去。现在是半夜，我看一下几点，2:28，自烧了，自烧，我还自己特调的那个胡椒盐，哦，所以等一下，什么风多大都照样烧了，喷灯，喷灯在此，哦，还有秘鲁，你看看，哦，朋友穿便便，赞呢，我们就在这边自烧。下次哦，木炭拿过来，直接哦，还有炭香。对，烧烤热，虽然很搞里头，孜然粉搞里头。哦，手动翻面，
是要手动翻面的，是没办法，你要翻个面的哦，另外一面这样子盖才会多汁啊。啊，就疼也不要紧，明天反正泡一整天水，还不要紧。哦，这个青森县青山县的凡立贝，搞里头。很快就熟起来了，就是那表面哦，它的裙边熟起来，裙边特别脆，就是要有点微焦。搞里头，有干乌龟，快来！哦，有看到颗粒状的哈、哦，那个就是原粒。那个胡椒原粒，我里面有粗粒圆椒，粗粒的胡椒，还有那个圆颗粒的圆椒，感觉有味道了哦，好像可以吃了哦。哦，开动开动开动，我先吃一个看有熟无。哦，赞 ，OK。现在时间9:13，开竿啊！今天天气不错，13度哦。哎呦，这是什么？宜夫里哦，现在已经19度哦。日出6:41，日落5:29。今天是下弦月，月面照亮50%，月龄24天。好，我们今天就开始。它里面会附啊，你看在这里有没有？没有，它帮你磨好的。哦。然后你来，它帮你串好，你就自己烤烤。哎呦，我们常常吃这个，这个很好吃，然后它又会跑。嗯，你怎么知道它什么时候熟的？大概怎么判？有没有学那个？打盐哥，没有那么帅啦，因为我没带那么多盐。那个要盐块吧，那个盐盐。所以你刚刚也是这样撒哦？对啊。哦，可吃不出有那么。很撒又不一样感觉，真的。哇。孜然粉搞里头。熟了，哎、欸，它上去之后会这样子，马上依附呢。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它黏。现在水清则无鱼啊，那个鱼绝对都躲起来。Thank you.
大甲溪风景一览。今天来旅游的，不是来钓鱼的，一个讯号都没有。亏我还打猛攻就出门，我倒了。
仔细看，接下来这个不是魔术，是特异功能。仔细看，接下来这个不是魔术，是特异功能。仔细看。接下来这个不是魔术，是特异功能。